我们今天要进入的范围是《哥林多前书》一章的10-25节。那我们还是开头有点祷告，好不好？为今天的聚会有点祷告哈。阿门，阿门，主耶稣。哦，主耶稣。哦，主耶稣。哦，主耶稣。主耶稣，赞美你。阿门。哦，你是我们聚集的中心。阿门。主啊，我们爱你。阿门。阿门。哦，我们是要愿意花这个时间。阿门。来追求宝贵的你。阿门。主啊，分别我们今天的心情。阿门。哦，分别我们时间。阿门。不要有别的事情来搅扰打岔我们。阿门。主啊，今天也用你生命的话语。阿们，使我们真是泡透在生命的里面。阿们。好，第十节开始哈。弟兄们，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。阿们。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，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，阿们，彼此和谐。阿们。阿们。11节，因为我的弟兄们，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到你们的事，说你们中间有争竞。阿门。阿门。12节，我是说，你们个人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基督是分开的吗？保罗被你们钉了十字架吗？阿们。阿们。阿们。14节，我感谢神，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，我没有进过你们一个人。阿们。阿们。有一个 Alice 姊妹，您方便加入一起读经吗？听得见吗？好，没关系。那淑慧，你继续吧。好，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借着我的名里。阿门。阿门。16节，我也进过斯提凡家，此外进过别人没有，我就记不得了。阿门。阿门。17节，基督差遣我，原不是为施浸，乃是为传福音，并不用言论的智慧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做了空。Amen， 是。8节，因为十字架的话，对那正在灭亡的人说，我们正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哈。Amen。 好，19节，因为经上记着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通达人的通达。阿门。阿门。20节，智慧人在哪里？经学家在哪里？这世代的辨识在哪里？神岂不是使世上的智慧成为愚拙吗？阿门。阿门。21节，假人造的神的智慧是人凭自己的智慧。会为人认识神，神就乐意借着所传的事的愚拙人中间显人。阿门。阿门。22节，犹太人是求神迹，希利尼人是寻求智慧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对犹太人为叛徒，对外邦人为愚拙。是。24节，但对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，基督总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阿们。阿们。25节，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是。阿们。阿们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就挑那个吧，那个18节。好不好？我们用这节我们再一起加强，17、18好了，我们再读一遍，一起来读好不好？阿门。17、18。阿门。基督差遣我，基督差遣我，原不是为施浸，乃是为传福音，乃是为传福音，并不用言论的智慧，并不用言论
人的智慧，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。因为十字架的话，对那正在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对我们正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好，十八节我们再一起读一次好不好？最后我们就集中在十八节，那我们速度统一一下好了，稍微慢一点哈。十八节，十八节一起哦。因为十字架的话，对那正在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对我们正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阿们，这句话很好，我们是不是用这句话来导读导读，有点祷告。主啊，十字架的话，阿们。主啊，你的话是十字架的话，阿们。阿们。十字架的话，阿们。十字架的话，阿们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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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十字架的话。阿们。哦，主啊，赞美你是十字架的话。阿们。是。阿们。十字架的话，对那正在灭亡的人为愚拙。主啊，你的这个话对那些人是愚拙， Amen。 但是对我们正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哦，主啊，对我们正在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。 Amen。 Amen。十字架的话，阿门。对那正在灭亡的人为愚拙，阿门。阿门。主耶稣，阿门。我们不以十字架的话为愚拙，是。阿门。主啊，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灭亡，阿门。阿门。要以你的话，阿门，作为神的大能，阿门。阿门。得救，阿门。阿门。是，阿门。敏和要不要打读一下？你没有听到，声音不太清楚。我有，没关系，你们继续。好，阿门。是主啊，赞美你。是对于我们这些哦得救的主啊，哦主耶稣。主啊，却是神的大能，赞美我们是得救的人，却是神的大能。阿门。赞美主。我们正在得救。阿门。哦，不止已经得救。阿门。还要继续得救。阿门。更多的得救。阿门。叫我们得救，阿们，阿们，是，是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其实这处经节很好，他说，我们要是不是有这处经节，我们其实平常很难会去联想说，主的话它是一个十字架的话，就我们想到的都会是直接想大能的话、生命的话、这个有亮光的话，我们很少会去形容说。这个主的话它也是一个十字架的话，阿们。那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提醒这个哥林多的信徒们说，主有一个话叫做十字架的话，这是很有意义的啦，就是说一定是这个地方的人发生什么事嘛，不然他特别用这么特别的词说，哎，主的话是十字架的话。嗯，哦，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这很有趣哦，不只是讲到十字架了哦，他提到很多的东西，包括话语、言论，对不对？能力、智慧、神迹，哦，就在哥林多前书的开头这里，很多讲这方面的事情。那有没有人知道到底哥林多信徒发生什么事？就他们有没有什么背景？嗯，必须让保罗一再的告诉他们十字架，十字架，你们需要十字架，你们需要十字架的话。嗯，有没有可以说一说呢？薛莉，要不要？你知道这个哥林多信徒他们有怎么样背景吗？有没有一点硬概念呢？背景不清楚，可是看这里就是他们就开始分
派，有这个增进。对，阿门。嗯，就分是属保罗的还是属亚波罗的这样子。好，那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注三吗？注解三就是十七节注三。对，这正常哦。十七节的注三，那你要抓要哪一段？我们读我们从一段话开始读好了。在中间不是有个地方说，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废掉律法上的规条，有没有找到这一句？有找到吗，薛莉？啊，有找到。我们从这一句读好不好？阿门。嗯，好的。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废掉律法上的规条，我们信的人也已经向哲学，就是世上的蒙学死了，然而法案上封，热衷犹太教者和希腊哲学家传他们属世智慧的各种主义，使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。阿门。使徒保罗待在世上很警觉，把哥林多信徒中间的分裂大多由于犹太宗教和希腊哲学的背景。阿门。使徒对付这事实特别强调基督和他的十字架。阿门。若以基督宗教的意见和哲学的智慧，应让基督的十字架做工，对付连接在任何背景上的肉体，分裂就被消除了。在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跟前，人所推崇的天然爱好和属人的智慧是无法挡住的。阿门。阿门。所以很清楚哈，其实就像刚刚姊妹讲的，哥林多信徒他有一个背景就是分裂了。阿们。那分裂是为什么？你要分裂，总要有一个原因。就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嘛，有什么理由可以分裂呢？那没有别的，就是说他们有不同的背景，嗯，包括特别是这个文化的背景。你看他特别 点名到什么？犹太宗教跟希腊文化。那你是犹太人，你就特别保爱犹太宗教；你是希腊人呢，你就特别保爱希腊哲学。那以我们来说，可能就是，哎，我是中国文化，哎，中国文化，还是说我是，还是说，哎，我是比较标榜本土台湾文化，比较光这个就可以分裂了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是军工教的，还是说我是做生意的？做生意的就会夸口说，哎，你知道我们是很灵活的，军工教就会说，你看我们是做事一丝不苟还是怎样？反正他总是可以抓一些我所保爱、我所夸口的事情。那越好的东西，越会让我们分裂。Amen。 不好的东西人家不会紧持不放，就是因为是好东西啊，所以可是它却成就了我们不同的背景。那我觉得很摸着就主在这边为什么他需要摆出十字架，就是因为这样。就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所保爱那些很好的东西都不是坏东西叫我们分裂，都是好东西叫我们分裂。那真是好啊，但是越好的东西我们越会成为我跟你不同的原因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在这边就只摆出一件事，叫做基督的十字架。他就用这个十字架来对付所有哥林多信徒的一切背景。你是这个问题也好，你是那个问题也好，我一律都摆出十字架来处理这样的一个背景，废掉。就用十字架来废掉这一切的背景。阿们。那一些背景在主面前就是无效的，没有地位的。阿们。那具体的说，有没有人能知道说该怎么讲说，哎，那他要怎么用这个十字架来对付背景呢？就去以色列买个十字架来放在每个人胸口嘛，还是这样？因为我们明年我们有人要去以色列，就现在就已经有人说，哎，你去帮我买个十字架回来。是不是要这样子？就去以色列多买个二十个十字架回来，每一个人就不分裂了，还是怎么样？要怎么用十字架来对付呢？阿们。弟兄姊妹可以说说看。Jessica 要不要分享一下，你觉得要怎么样应用这个十字架？刚刚那个弟兄他讲到一个说，不是我们的背景
成全基督，而是基督成全我们的背景，所以，这句话我还蛮觉得蛮得着的。然后，十九节有讲到他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背弃洞达人的洞达。阿门。所以应该是，就是不要以自己为自夸，而是要以神十字架来通达自己。阿门。阿门。写出。那Gilda 姊妹方便有点分享吗？有办法说话吗？比较困难。那是不是再有一个人讲讲看？敏和，怎么样啊？就十字架，如果不是去以色列买十字架回来，那是怎么样应用啊？我要怎么样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一切所有不同的背景？怎么说呢？怎么用十字架来？对啊，不是物质的十字架嘛，那到底是怎么样子的？把神的话语在生活上。阿门。就是不要有老，就是不要我们的老我要拿，就是要把我讲的以为主。阿门。然后再怎么，而且再怎么困难，再怎么困难的问题，就是用神来。神的眼光来看，不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，这样。阿门。阿门。对啊，讲得很好。其实意思就是说，你看，当你讲到十字架的时候，它不是物质的十字架，而且我们真正讲到最后，都不是讲说主给我们一个什么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应用它来对付我们背景。也就是说，十字架其实不是主的一个什么。十字架是什么？其实到最后你发现，其实就是要应用主的自己啦。阿门。对对，就是什么事情，如果主在这里真的有出现呢、啊？他在我们的争执当中他出现了，他在我们的分裂当中出现了，他在我们的彼此对付、彼此征战里面，哎，他出现了，你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就会一下子就忽然就不见了。阿门。因为在主面前没有人。就台闽南语就要叫做什么给笑，对不对？就这句话讲得很强烈，但是其实这句话讲得很强烈，但是其实我们在主面前真的是这样。你看主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争执当中出现的时候，有人还会这样子吗？没有人敢、啊。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是怎么回事？其实就是基督自己就是那个死的复活，所以基督的死、基督的复活都在基督自己身上。主一出现，这个十字架就来了。那具体的说，就是像刚刚姊妹讲的，很具体，就是那主在哪里？十字架的话嘛。主就是话嘛。主把他的话摆出来给我们的时候，你就在这个话里就碰到主。你碰到主，你那个吵架就被杀掉了。阿门。就是碰到主，还有人敢夸口说我的文化很好，我的学历很好，我的口才很好。就都是变成像保罗说的，都是死啊，都是粪土，所以很摸索。其实，我们在这里读这个，其实真的是要让十字架了解，就是，我们真需要更多的享受应用主的话，而让那个话里面的这位主自己能够出来应付一切的局面，就是非常重要的。阿门，阿门。那。我们再把那个刚刚林前十七章的注三，我们再把那个，我们一起读最后一段好不好？我们从哪边开始？从那个最后那个，在哥林多信徒中间的分裂，大多由于什么什么什么？这里有没有看到？有找到吗？有找到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我觉得这后面这一整段，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哈。我们来读。在哥林多信徒中间的分裂，大多由于犹太宗教
和希腊哲学的背景，当使徒对付这事实，特别强调基督和他的十字架。人若以基督顶替宗教的意见和哲学的智慧，并让基督的十字架做工，对付连结在任何背景上的肉体，分裂就会消除了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哈，阿们，分裂就会消除了。所以，好不好？我们需要用保罗当我们的榜样，就是好好的专注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读一处经节，好不好？请一位姊妹读一下，林前一章九节，我们回去读一下前面的。林前一章九节，对，请一位读一下。好，淑慧姊妹，你方便读吗？阿们，可以。人是信实的，你们乃是为他所招，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。阿们，阿们。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前面这一句第九节的话，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交通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说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哈，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，就不是也，它并不是一个一把刀把我们砍一砍这样而已。嗯，这个十字架的话如何能是十字架？是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有供应的交通里面。阿们。就是因为它是满了供应的，所以那个供应一来，那个主一来，很多的问题就被这个供应消杀掉。嗯，就像我啦，我举例，我是很多病的人哦，那我每天都吃很多药，那我那个药是怎么回事？就他那个药杀死我里面的病菌是怎么产生的？是怎么作用的？就是它其实药是一种供应，对不对？药是一种供应，药。我的药有，我弄心脏的药，我就要吃这种；那我弄气喘的药，我就要吃另外一种；那我要弄那个上气不接下气的药，我要吃另外一种。就是它是一个供应，那它一吃到我的里面，它就消杀我的问题。嗯，所以我们都是一起进入同一个交通里面，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同一个十字架。今天在那个哥林多教会这里啊。不管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，他们都进入门呼召，进入了同一个交通的里面。嗯，他们共享同一位基督，所以这同一位的基督，他可以同时对付所有在这个供应、所有在这个交通里面的一切的肢体弟兄姊妹。阿门。只要一个，只要同一个，可以对付一切。嗯，正是因为我们都进入这同一个交通。如果今天我跟家中姊妹啦，哎呀，我们怎么搞的？我们是进入两个不同的交通。我是，就他被主呼召，我被不知道什么东西呼召去了。那主能对付我吗？主就没办法对付，我又不在他那个范围里面，他对付我什么？嗯嗯。但是我如果跟他都在这个范围里面，我们就同一个供应，同一个对付。嗯。那我们就很难分裂。嗯。对不对？就不会分裂。阿门。阿门。分享一点，就我觉得这个，在灵里。在灵里就可以参透万事，就是像在类似有点像进入同一个交通啊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哎，主要消他十字架的功效是消杀我们，是供应我们，对啊。我觉得唯有就是我们要如何实际的去应用，其实就是在教会生活里啊。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，哎，为什么我们跟别的团体不一样，别的团体也许也有我们这样子的操作，可能他们也，比如说直销或什么，他们也有一个方向。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，就是说，就是有这样子的供应？乃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基督，那这个基督又是这个钉十字架基督，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个教会生活里面的运行啊。你想，如果没有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我们很难留在教会生活里面。Amen, 是。对。Amen。那对不起，我们今天讲的比较多，那我们可能就没什么时间。那我们，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位都能够祷告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有点祷告哈，消化一下。
Amen。 哦，主耶稣。Amen。 主啊，谢谢你。Amen。 把我们摆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里。Amen。 Amen。 我们在这交通里享受你一切的供备。Amen。十字架的话，阿门，阿门，在神的大能，阿门，阿门，我们里面一切的不同，阿门，阿门，这个彼此的和谐，阿门，建造在一起，阿门，阿门，希望我们都继续专注在主身上，阿门，阿门，好，那我们下周见喽。好的，感谢主，拜拜，拜拜。